吃多了不消化，喝杯丁香茶，第二天一早就全都排出去了。前几天我们全家一起去草原旅游了，放完烟花之后呢，我们又去晚市上吃烧烤喝啤酒。我弟弟肉吃多了，再加上喝凉的啤酒，晚上回来就肚子胀得难受，正好我带了这个丁香茶，就让他喝了一晚上，第二天一早就全都排出去了，肚子就舒服多了。这个丁香茶呢可以温中化湿，那我弟弟肚子饱胀哈，就是因为这个肉吃多了，自身湿气又重，又喝了凉的啤酒，所以就导致这个脾胃失足了。丁香茶呢把湿化开了，肠胃蠕动恢复正常了，饱胀感自然也就消失了。这个丁香茶呢我喝了差不多有2年的时间了吧，现在是我出门必备的。尤其是遇到这个过节油腻的吃多了，我都会喝上一天这个丁香茶，第二天一早就全都排出去了，身体就轻轻松松的。